大家好，我是孙女，这两天来到了高雄，因为不想去一些太过热门的景点，所以出发之前呢，向粉丝收集了一些高雄的冷门景点，全都是一些我没看过的迷之旅游点呢。总之呢，我相当的期待这次的高雄冷门景点之旅，而且这次的第一站呢，就受邀来高雄 Love River 爱河旁边逛市集。听说现在市集里面呢，整个也充满科技的力量，逛市集竟然可以用手机刷卡，不用带钱包，哎，太爽了吧！那我就不客气，直接空手逛喽。这次要来逛的是喇鹿爱河限定市集，食物、手作、饰品、衣服，甚至连植栽都有，一共80几摊的清创小农市集，这就来看看有什么好逛的。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后面都有做这种随缘的背胶，它撕起来可以贴包包、水壶、行李箱、安全帽都可以贴，好可爱哦、喔！这两个你还可以写电话、啊，这蛮不错的，工商融资借贷这样子，还有纯焦油哎，对啊，很像西门町的那个小车车，好可以哎，发的话不知道贴在哪里耶，很多客人会把它贴在存折本上，这样万一要刷存折本的时候，是不是会刷不过？因为它封面嘛。老板，那我付钱，请问你们可以刷卡之类的吗？可以啊，我们手机就可以直接用，所以你的手机就是。刷卡机吗？对啊，只要用我手机里面 Visa 卡，然后感应刷脸支付这样。对，没问题。好，那我就要付了。好啊，来这边。如此的方便。发！对于发财莫名的神同步，逛着逛着，突然有粉丝叫住我。快点，我请你吃。什么？直接开秤吗？现在在读大学。你在读大学，然后假日来这里摆摊，会不会太辛苦？要赚生活费。哇塞，谢谢谢谢，蹭到了免费的烤布雷，而且才刚蹭完烤布雷，接着又。那你只在市集里面摆摊吗？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平常都要上班。你们也在上班？对对对，这个市集每个人都有正职哎。离职之后，然后我回家帮忙，在工厂这样。塑胶的喷射吗？还是什么？对对，塑胶塑胶射出。我懂，我懂。没错。所以你平日在工厂当女工的，然后假日在这边摆摊修东西，然后剪，然后假日再出来摆摊这样。天哪，这个市集每个人都很上进呢。感谢。还蹭到了免费的樱桃鸭胸。大口吃鸭胸的时候，远方传来阵阵烤玉米的香味，发现它们有一些特殊口味。绿色就要选择原谅是吗？对对。那我买一只这个。你们店就叫 Corn Hub 吗？是不是你想的？我之前是在那个金融业。金融业？对啊。那为什么要卖烤玉米？还有本来就爱吃啊。虽然也考察了很多家全台各地烤玉米吗？哦，对，加以上的口味就比较不太一样。比较像沙爹吗？沙茶那种风味，或是那种烤肉的那种味道。那高雄口味是什么？可能有点偏甜一点点。烤玉米的口味分界的差异，不过先别管什么烤玉米南北差异了。后来回家好奇搜了一下 Corn Hub 的知名度，意外发现一个就叫 Corn Hub 的超迷样网站。老板应该不是你们的官网吧？可以刷卡吗？可以。Visa 卡绑在手机，碰一下老板手机就能快速结账。有了，都不用付现金了。对啊，比较卫生啊。原谅的味道。哇。好久，很久成塔。Corn Hub 老板推荐我旁边的栗子烧也很好吃。老板，你们这是红豆饼吗？还是这个是类似红豆饼？类红豆饼，对，类红豆饼。我们刚刚听那个烤玉米老板有推荐有一个金沙口味的巧克力，它里面是包整颗金沙。那个有吗？有啊。那我可以点那个口味吗？那你们创业这间店多久了？6年。老板之前在做什么？咖啡店工作，对，我到日本大概待了1年左右，然后在那边学的。那你这样从出摊到收摊回家，一天大概要摆几个小时？大概16、17个小时。16、17个小时？对，因为我们回到家还要再洗嘛，早上还要再洗来备料。每天都这样工作吗？哎，六日啊，因为我平常还有另外一个工作。你还有其他工作？那你平常在做什么？一样是在咖啡店工作。你还没有帮去咖啡店工作？这市集的老板们到底要多爆肝啦？逛市集可以 Visa 绑定手机，碰一下就付钱，而且老板手机就是刷卡机，已经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老板个个周休零日，斜杠勤奋又上进，不要逼我晚上回饭店剪影片哦。满食屋蒜头阳春面，
本来是要去吃隔壁的丹丹的，但是后来发现这家意面店看起来这么厉害，没想到此经为天呢。面好吃，好劲道。有点是在吃任何冰店的时候都会跟我提起内门顺安香蕉冰这家冰店，不管在中油资源庄还是在哪里，只要吃到冰就会讲到这家店，就来解锁一下到底有多好吃。真的是蛮好吃的，香蕉味也太浓了吧。好，有点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鸡腿了。但后来摄影师告诉我一件惊人的事情，叫做香蕉油，根本没有香蕉，化工材料。所以香蕉冰里面没有香蕉，一点都没有。What？ 再去点一碗。不管啦，我爱化工。哇，草已经长到路上来了，红豆泥这条路。是草，好可怕啊！路都裂开了，这边整个土崩下来。就在我怀疑是不是被粉丝坑了的时候，到了，燕巢真的有泥火山啦！这个保留区里面的那个地形是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断层地带，这边都是整个都是断层地带，所以板块挤压的关系，你顾名思义，你听到断层就是我们所谓的地震。对，那昨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他们在这边这么久，人说第一次看到那种大喷发，然后有一座 泥火山都消失了，那个泥浆堆的跟小山丘一样。嘿，他们在这边待这么久的人从来没看过这样子啊。真假的？所以跟农业局跟一些地质的嘿，他们都来了解处理，然后也在做一些空拍，要把这种记录做下来。他平常是会小喷发，对，只是没有那么激烈的板块运动。对对 对, 對, 對、啊、不晓得为什么。哎呀，我们昨天来上班，一开园区的门，整个都傻了，是一个电影感场景的。对对对对，好好，感谢感谢，不客气，谢谢。昨天这里出大事了，这边导览人员跟我们说，因为昨天这边有激烈的板块运动，导致园区内有一些地质不太稳定，所以今天没有开放。哎，傻眼。他叫我们去信阳女湖看看，是信阳女湖那边有这个乌山顶泥火山保留区里面唯一没有的一个地形，叫做泥喷吗？泥喷湖。后来我问了一旁高师大的地质学者，它里面原本就有好几座，对对，泥火山这样。它现在只剩下两座，还比较，因为那两座板就比较大，所以还被留下来。好、哦，那昨天喷发的是其中一座。对对对。它那座火山大概有多大的范围？直径可能大概四五公尺有了，超过四五公尺。它高度大概也有大概四五公尺，你想象火山爆炸，火山爆炸，整个山体就被炸裂了。那你们那个都是喷泥浆啊，其实不会有什么危险性。泥火山一夜喷发之后变成了这样。哎、欸，他说这个地。原本是平的，没有裂这么开。哎，然后刚刚一路都裂了。哎，他说我们停车的那个位置旁边也是有那个隆起还是什么的，是这块吗？真的哦，是这块哦。哇，那真的是运动的非常剧烈，所以后来直接休园一个月。最后听了导览员的推荐，找到了新阳女湖。新阳女湖其实是一个私人地主所拥有。独特的喷泥池地景，每隔四五十分钟就会激烈冒泡，压起来一次，所以地主免费开放给大家参观。而且关于养女湖有一个相当凄美的传说，燕巢区金山村番田路皮底巷传说住着一位叫阿秀的养女。阿秀自幼父母双亡而受农家收养，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同村的青年相恋，但是养母却逼她嫁给养母的智障儿子。阿秀抵死不从，便殉情于附近的池塘，后来该池塘才被命名为养女湖。
原本养女湖的面积很大，每逢月夜冲起泥柱高达一两层楼。旧的养女湖已经大不如前了，现在新养女湖规划的比较好，地底的泥浆与气体因为累积而喷发，间歇性的涌出，犹如小火山。新的哦，这个喷发的很厉害，一走过来它就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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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一直叫，哎，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就是这管理的？我是刷家己的啦。你的哦？刷我的啦，嘿啊，是多久之前有发现这个？这个都200几年的啦。200几年？祖先的手就这会走来走去啦。较早是一粒在土而已。啊，怎么走开去？你看走到较济粒。啊，这泥巴敢有啥物会使起来起厝，还是创啥吗？起厝歹啦。歹啊！种做好啦，要种物件，伊个土有带咸粉，种个果子较甜。啊，会使种啥？芭乐、枣啊。哦，燕巢芭乐就是用这种。用这款土的。燕巢芭乐好吃的秘诀就是这个泥巴。还有羊肉啊，羊肉它其实干山的羊肉不是干山的，干山本身没有什么羊，都是在田寮梁鹿湾那边养最多。我们这边都是这种长出来的草，有一点稍微的盐分，所以说养吃的那个豆子比较好。冈山羊肉美味的秘诀也是这个泥巴，而且地主阿伯还告诉我，金珠巴是怪台湾的泰国巴拉寄个出来，啊，开较好的金珠巴拉，甲旧家吼，因一个亲戚伫泰国咧运茶，大茶迄无做料房啊，迄啊，啊大茶内底就空啊，有迄个茶烂一空迄啊，啊伊遐甲买唔知五丛啊几丛啊，甲伊遐买栽啊。迄知影只罐尔无，啊，怎啊煎伫个茶内底啉啊？啊，温过温过台湾啊，温过台湾，啊，怎啊伊去后先食一个，你较少遐，啊，真个讲，吼，一粒金华丹，足大粒，啊，伫泰国食讲无味嘞，咱才真个甜个。哦。所以咱这个波多无简单呐。所以，这就是燕巢珍珠芭乐的起源吗？哎，对啊。因为燕巢珍珠芭乐是泰裔高雄人哦。离开燕巢泥火山，我们驱车前往旗山。有粉丝推荐我一个拥有86年历史的资深游乐园——三桃山休闲游乐园。哇，包场！我要两张全票，180。票上面是兰花，五谷，里面有一股非常迷样的感觉，整个年代感直接被拉回了20年前吧。其实它看起来还蛮大的，在右下角的入口是现在这边嘛，然后一直往上走有水帘洞、三颗桃、空中脚踏车、露营区、大舞台，还有烤肉区、大溜滑梯，最后呢会再绕一圈下来这样。这该不会是水帘洞吧？非常干涸的水帘洞，沙冰蟹这样直接在一片干涸水泥地中。原来这才是水帘洞的入口，等一下走进去吗？看起来好可怕哦，蚊子偏多，有一点点可怕，好黑哦。水帘洞里面有这么惊悚的吗？这时候就觉得包场好像也没有很好，应该要点灯的吧。出来了！哇，水帘洞，没有水啊！哎，出口是往这里耶。哇塞，这个是难度也是有点偏高。哇，还有龙哎，这是。好，这次是真的出来了。我想大概20年前来玩的话，应该认真是蛮好玩的，没错。因为是礼拜一，偌大的园区认真只有我们一组客人，加上园区又很有年代感，令人不寒而栗的儿童剧场，废墟风的露营场，斑驳的行动艺廊，绝命终结站 style 的吊桥。
还有废弃的游乐设施、废弃的小卖部、超毛的许愿树。这边有溜溜索，哎，是要溜去哪？上去看一下。溜溜索是认真有在可以再溜吗？我想应该是不太行吧。比较想玩旁边这个空中脚踏车。出发前在网络上看到三桃山乐园最想玩的游乐设施就是这个空中脚踏车，开始咯。哇哇哇哇哇！我踩出去了，哎，蛮刺激的呢。速度相当的缓慢，但是看着这个高度还是会稍微有点害怕。摄影师在旁边放空，因为他脚太长了，没有办法运作这个脚踏板。转弯还是稍微有一点刺激度的哦。下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防护，摔下去真的是直接 game over。倾斜了，倾斜了，斜的，靠腰好可怕哦。不是因为你体重比较重吗？是，我一直坐在中间。三头山最好玩。话才刚讲完，现在是不是有点微上坡啊？好嘞，最后这一段太累吧？到了，好嘞，比想象中还要累。原来是健身器材啊！各位观众。三头山乐园最想玩的游乐设施 Number Two， 巨大溜滑梯，我要溜了。只好再来一次了，纸板 round two。Oh my God， 哇！好快啊，滑水道！看，发出剧烈的摩擦声，我以为我衣服要剥落了。好玩哦。不虚此行。以上就是这次的高雄冷门景点之旅了。如果你有各地冷门景点名单，欢迎推荐给我哦。虽然我还有很多来不及去就是了啦。啊，对了，内门总统山打工清饭特辑将于6月28号上线，敬请期待哦。哎，天哪，这就是仓鼠视角哎。天哪，仓鼠真的会热衷于这种活动吗？